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前面好，希望不要遇到可怕的东西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到处妖人，他们没救了，只有砸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被锁了，看来得先找到门卡才行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小心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，千万不能被他们传染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下地狱吧！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正是我需要的。我应该回头吗？紧急通知，还是坚持。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来呀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来，小心脑袋开挂！去死吧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再见。Thank you.
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！被锁了。可怜的家伙。妈的，我被咬了！兄弟，帮我个忙吧，把我给毙了。弗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拜托，别再起来了。
要先想办法找到密码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程程姐的厉害，
丑八怪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。可怜的家伙。you
再来呀。程程姐的厉害，可怕的怪物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这些该死的坏蛋！这些可怜的家伙，再见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。下地狱吧！
来，要你脑袋开花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丑八怪！
若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常常解得厉害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的家伙，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见。真倒霉，门被锁了。被锁了。
该死，这门打不开。好吧，看来我是彻底活不下去了。那么听到这段录音的这位陌生人，带着我最后的希望活下去吧。